香港呢個地方好多女仔都有容貌焦慮呢個問題啦，即係甚至我自己都有呢一個問題。我覺得要解決容貌焦慮最重要的方法是去接納著自己，以及學會怎樣去愛自己。但我覺得去改變其他人，或者去即甚至改變這個社會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啦，所以我就覺得不如由自己去做起先，改變了自己的心態先。為什麼我會用 Art Toy？ 是因為用 Art Toy 這樣這麼有趣的東西去代表其實所有女仔可能本身都是好靚啊，好可愛啊咁樣嘅。咁呢一隻公仔佢就叫做自愛啦。咁你見到佢個蘑菇上面有個皇冠啦，同埋佢成個造型都係比較有種女王嘅感覺啦，就係希望女仔可以做自己嘅 Queen 咁樣。